我们现在要去看皮草了，要不要带小七一起去？小七要不要去？你要去啊？那你去买皮草看好不好？但知道吗？如果你们喜欢皮草，八月份是最后的反制价格了。下个月要开始涨价了。从八月底到九月初开始，就要开始变成正价的价格了。那时候同样的一件衣服，可能差好几百块钱。其实我们每年夏天都会有一次反季哈，就一次。今年还没开始。确实，现在买皮草是最划算、最划算的。因为反季，它现在的价格跟再过两个月的价格，那确实大不相同，相差一半都不止。因为我们做了几年皮草，我们今天也过去参考一下，看一下这个质量怎么样。老爸当服装模特那是绝了，穿衣服那是特别有型，对不对？长得又帅，对，身材又好。是的，外公是型男外公。你们把他夸上天了、啊。好长时间没去海宁了，去看一下老爸。哎，你要迫不及待了是不是？那我们走吧。预计下午2:18到达。我们差不多将近一个小时可以到。我们每年这个时候啊，都有一批喜欢皮草的朋友催着我们剥皮草，他们每年都要我们剥反季。哎呀，这他们老早就已经在催了。老师，你们怎么今年还不剥反季啊？反季便宜啊，真的，东西又好，同样的东西啊。我们等下去的这一家在海宁是很有实力的，然后他们说你们这个等你们剥完这一场之后，他们就要把衣服收起来了，等到11、12月份再卖。同样的一件衣服，真的差很多钱的。我粉丝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喜欢皮草的朋友，皮衣只过2个月马上可以穿了，秋天穿皮衣挺好的啊，皮羽绒还有这个皮风衣都很好的。其实反季的衣服确实挺好，虽然它价格便宜，但东西都一样的，而且它是因为厂家出来的时候一批一批做出来的，有时候仓库里放不下就反季做一批。真的，这个我们之前都有经验的。以前我们在做生意的时候，那些老客户啊都是这个时候来囤货的，买回去送人啊，到你比方到11、12买一件，这个时候其实可以去买三件。我家里好几件皮草都是反季买的，我这次还想再去看看有没有我喜欢的款式。皮草穿起来气质是真不一样，很贵气、啊、真的很贵气。像现在买哈、啊、跟平常就是平常一件布的衣服的价值，能穿布的哪有穿皮草的？对，是吧？高贵了哦，特别是你。现在皮草比以前便宜了。像反季的时候，就是不是皮草的价钱，是布的价钱，有的还比布的便宜了。现在的布还贵。这次爸妈也过去了，顺便给他们看看有没有合适的，一人来一件，特别的期待，我们一起去看。出发。我一定去，可你并不在意我的出席。